倒了，楼倒了。长沙医学院那个屋都垮的嘞，医学院一栋六层的房子塌嘎的，脚都是一个做铃铛的，做道场的，楼脚都是做墙的，楼上是绿色，你看死好多人哟。你看一下他身上还有血，看到没有？这里身上还有血，还不知道死伤有多少人，死了多少个人呢？真的还不知道里面埋了多少个人。还没过来。119应该快了。长沙医学院附近哈，这里一个房子塌了，烟雾弥漫，看都看不清楚，不知道有没有伤人。哎，哦，麻烦大了，肯定有人员受伤，塌了一大片。好，危险危险。长沙医学院，整栋房子塌下来了。啊，怎么了？快起来！人受伤了。来，今天肯定还白了人。马上看啊，看清啊，各位。长沙医学院啊，长沙医学院啊，屋都垮的嘞，一整栋屋嘞。这什么玩意啊？我操，什么招？我刚才地抖了两下你。那是。我操！这他妈！这边楼塌，哦，一栋房子就是我垮个的，我的就是垮个的，里头好多人呢，我这个天哪呀，就是我垮个的，我车子停了。长沙医学院的整栋房屋倒塌的，我靠，楼塌了，牛逼！那什么呀？我操，头楼人没事吧？人应该没什么事吧？